今天和朋友们分享一下的后院搭建葡萄藤架子的第二部分，也就是怎样在搭好的木架上固定钢丝绳，以及木架上刷漆、啊、呃、绘画等美化的工作。首先，首先需要设想好用什么做架子的顶部，需要用什么材料，需要用什用到什么工具。我们选用钢丝绳做架子的顶部。 因为钢丝绳感觉精简、实用又耐用，使用的材料不复杂，固定用的工具呢也不复杂。啊，我们选用直径三毫米的钢丝绳已经足够结实了。那么，hardware shop 就这五金店了，呃 b o n n i e s 啊、Martine 呢、Home Depot 这些有直径三毫米、五毫米、七毫米、九毫米的钢丝绳都有。 就是如果你想要粗一点的、视觉冲击力大一点的钢丝绳的话，你就选粗一点的钢丝绳。那钢丝绳的总长度呢，要根根据这个架子的需求仔细的测量算出来，呃，去根据这个你的总长度去买。两根钢丝绳在架子上的钢丝绳之间宽度呢，一般二十到四十厘米就可以就可以了。绝大部分爬藤植物就可以在上面生长了。 需要用到的工具呢，包括记号笔、电钻，嗯，一套钻头和一套那个扳手 r a n c h 啊，制作的过程呢，就是首先呢，设计好钢丝绳，通过衡量的问点位，用记号笔做记号，然后在记号的位置用电钻钻孔，孔的大小和钢丝绳直径一致就可以了。那么钢丝绳呢，从 啊，横梁上钻好孔的位置穿过去，钢丝绳呢只在这一条线的两个终端的横梁上固定，中间穿过的位置不需要固定，这样钢丝绳就固固定好。那么木架上的油漆呢，要选择呃水质的户外用的油漆，叫做 water based color，颜色呢根据自己喜好来选。画画是这样的，自己先。 想好图案的构思以后呢，可以在网络上找找一些图画的素材和灵感，在搜索引擎上，呃，写上关键字呢，比如说梅兰竹菊，就可以找到很多的图。一般那个简笔画比较容易在木材上面画。在网上找到这个图画的素材以后呢，下载到电脑上，然后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感觉。 也可以用绘图软件，比如说 Photoshop 啊，也有其他的，哎、呃，很多种绘图的软件加工一下，再把加工过的图打印下来，然后呢，再把打印下来的图用记号笔画到这无色透明的塑料板上。这种塑料板呢，文具店里面可以可以找到。接着呢，把画好的画用美工刀雕刻出来，雕刻出来，然后作为木架绘画的模板。 那有了模板以后呢，下面的工作就是挑选那个合适的颜色，呃，用这个模板，哎、呃，然后画到这个木架上面，这样整个葡萄架就做完了。